赖姓高中生黎奇明案6月21号侦结，赖妈妈的委任律师再次现身地检署，因为这次在啤酒罐内查到麻醉药物。这个啤酒罐里面也有验出这个麻醉药品利多卡因，不过局部麻醉药物利多卡因在不起诉处分书中却是写来源不明。针对利多卡因的来源呢，它是写不明的，不明原因沾染到，因为利多卡因它也是一种麻醉药品嘛，吼，那如果是有这个服用或者涂抹的话，那也有可能造成这个死亡或者是说意识昏迷这些结果。那我们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针对利多卡因的部分来进行调查？利多卡因在医疗上是普遍的局部麻醉药物，常见的类型有针剂、凝胶剂、喷雾、贴片，大部分使用在息肉切除、伤口缝合、拔牙、眼科手术、医美脸部手术等。不过一般民众取得不易，但如果在网络卖场搜寻关键字，还是会发现有卖家贩售部分药品含有该成分。因此赖姓高中生啤酒罐内的利多卡因到底是如何取得，其中是否隐藏致命杀机，都还要待检方抽丝剥茧。赖姓高中生命案虽然已不起诉侦结，不过赖妈妈始终坚信儿子不可能自我了断。阮囝无可能去自杀，阮囝伊毕业的时阵，伊要交因姑姑去美国的。因为赖小弟在名义上的生父今年四月过世时，他不仅买了一辆机车，车牌号码为9513，是赖妈妈的生日，还跟住在美国回台奔丧的姑姑约定，高中毕业后6月24号要去美国游玩看看世界。本来预计丧礼结束后要着手办理护照跟签证，没想到却发生悲剧。而对于命案现场啤酒罐内不只有赖小弟的 DNA， 还验出局部麻醉剂利多卡因，检方也审慎处理。本件根据法医研究所毒物化学鉴定报告，该报告指出，死者体内之血液、尿液以及胃容物均没有检测出利多卡因的成分。本组检察官亦有函询台大法医研究所指出，因利多卡因致死或致昏迷，需要有一定的剂量。本件死者因无因利多卡因而致死或致昏迷之可能。赖小弟的死因到底为何，如今还没有破口。不过就在他生前的种种规划中，家属实在难以相信他会有自抢的念头。而这个五亿高中生的事件有最新的进展，他的律师说呢，明明在他的啤酒罐里面有发现这个叫什么多卡利因哦，利多卡因明明有，为什么不继续追下去呢？对，没错，检方是有回应的，针对这个利多卡因的说法。那我觉得，既然有利多卡因，这不应该出现在现场啤酒罐上面呢，那个或者是里面呢，有验出来就应该查清楚，而不是以这个赖姓高中生呢，他的体内是不是没有致命的这个利多卡因？不是的，因为一般的啤酒罐应该出现这个东西吗？不应该。那你就要查清楚它是怎么来的就对了。那我相信，那么检方应该要提出可以让大家更信服嘛。那因为既然是一个麻醉药品管制药品嘛，又有这个东西嘛，那你不起诉书上面又有续名嘛，可是你却没有续名它是怎么来的嘛。检方有说莫怪他是说是被旁边的这个等于说污染嘛，旁边的这个相关的药物污染等等嘛。我觉得整个案子呢应该把它查得更清楚，所以现在已经律师这个申请在役了嘛，然后呢那么高检署也要求你啊，包括检察总长邢太昭都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啊，我觉得要无懈可击啊。是，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哦，那意外发现，那么赖男呢他在四月的时候去买了一辆新机车，他们就怀疑说，那如果你要寻短见的话，为什么你会去买一个新的机车啊？那这个车牌的号码是9513啊，其实会选这个号码是有原因的，因为5月13号是赖母的生日了哈，所以应该是这个等于说为了他妈妈啊，这个等于说所挑的这个摩托车号码。但是有些人会讲说9513是不是谐音变成救我一生了？真的很巧啊，当然是一个巧合了。那这种巧合其实过去也发生过，过去曾经在这个台东有个原住民啊，那么在南回公路他在打猎的时候，意外看到一个袋子有这个奇怪的味道，他把它打开以后，意外发现是一个男子啊被杀了以后呢。那藏身在这个里面，但是他没有身份，所以一直查不出来，查了整整失踪了3个月。后来呢，查出来是一个这个菜贩的儿子哦。然后呢，这个案子呢最离奇的地方是，其实那么东港的刑府千岁是非常有名的东港刑府千岁他在协助警方办案子，曾经有协助过好多次就对了。那这次协助办案子的时候呢，警方立了
就怎样，你也查无头绪的情况之下，要怎样，就宝贝啊，啊，就是安尼嘛。反正哦，那么七分靠你收证，三分来靠运气嘛，哦，啊，就麻烦神明看，就帮给个灵感等等啦。结果宝贝宝什么呢？宝至少我可以知道一下神明能不能告诉我一下。那当然不能尽信，但是我参考是为了什么而杀人？仇杀不背，情杀。不背对吧哈、嗯、啊家啊强盗财物杀人不背啊不会是自己人杀人啊棒棒棒杀背龙五天哪、啊、结果大家呛脸去查了一下发现了一笔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啊389130啊数字密码什么意思后来问了他的这个爸爸后才知道啊这是公里数啦这个公里数虽然是把他、嗯亲生的儿子给杀了，是无法躲的情况之下，对吧？哈，尤其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可是心里面还是想要说有机会回去拜他这样子、哦